夫妻吵架必杀技，我要离婚真有用。结婚跟你的想象根本就完全不一样，老公每天都在工作都不回来，那当然就离婚嘛。然后小孩在哭，他应该要去处理一下，然后我在忙着可能晒衣服啊或是煮饭，他就没有弄，然后就吵到很严重，说那你根本就不 care 你的老婆跟你的小孩啊，那就分开，那就离婚啊。我就说如果你这么希望的话，因为你一直讲嘛，我就说好，那不然就离婚。周一到周三晚上9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